文良，昨妈妈有写一张批予你，你敢有收到？你敢会听妈妈的建议？但这是什么文命？母仔囝有话袂当直接讲，我都会讲写批来甲你苦劝。妈妈只是希望。 你唔通受到陈良辉，还佫左光达这两个歹人的影响。不要动。 称呼你啊，应该跟以前一样，叫你金凤仪吧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发生在18年前的故事。 一对夫妻养了3个孩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故事吗？相信你已经猜到了，告诉你。 我就是这个男孩，在我经历过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我告诉自己一件事，就是要不断努力向上，努力向上，努力的向上，做一个成功的人。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会过得穷人低下的生活，幸而老天爷眷顾，让我遇到。 归国华侨蔡永春，他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机会，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绝对是我人生中唯一的转捩点，所以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放弃，更不能错失这个机会，因为他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绝对不能有任何包袱。 更不能让人家知道我的亲生母亲是怎样一个人呢？在你的心目中，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我相信这封信。 大楼里面拿来的，他甚至怕我认出笔迹，而用报纸剪接的方式来警告我，叫我不要跟周广达还有陈龙辉来往。我想了又想啊，最有可能做这件事情，除了小英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。 直接叫我的名字。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很陌生，却又很熟悉。后来吃到你做的菜。
那种熟悉的妈妈的味道，一度怀疑你就是我的亲生母亲。之后你出现在疗养院，现在又到这栋大楼当清洁工，甚至你还告诉我你有一个孩子送给别人领养。这一连串的巧合，其实是你蓄意安排的。文娘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为你好。这封信根本就是你拿来的。现在我已经把一切事情告诉你，也请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生母亲？说。真的是你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认识周广达？为什么阻止我要跟他来往？据我所知，他的身份背景的确像你所说的那么的复杂，但是我搞不懂，你为什么认识他？文娘，你不要再问我，我把我都给你干碎，我只求你。真的不能跟他们在一起，你会吃亏的，就一次就好，你听我的话好吗？啊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我为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？我偏要，我偏要。换你告诉我，这些年来，你去了哪？是跟三个小孩子约在桥头见面的，结果呢？你人去哪了？你根本就是抛弃这三个孩子，你就是跟周广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睡在一起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这样的。你不承认？你不要忘了，我是个律师。在我问你这些事情之前，我已经把这些事情都查清清楚楚了。文娘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刚才对我讲的每一句话，是多么严重的控诉。一个女人的名节，我承受不了你这样子的说法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是这样的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。总而言之，我能有今天的身份地位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不容许有任何的绊脚石挡在我面前。即使有一天我飞黄腾达，我也不希望有人挖出我以前隐私。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有个失踪18年的妈妈，而且她是跟一个有黑道背景的男人在一起。不是这样，你不要误会，妈妈告诉你，不要说妈妈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对我太遥远，太陌生了。我只有一个妈妈，那就是林淑女。至于你这个女人，只是曾经生下我，养过我5年一个人罢了。我可以给你一笔钱。让你过下半辈子。这里有10000块。另外，我再给你100万的支票，你立刻就会到银行兑现。亲拿了钱之后，立刻走了远远的。不要回来找我，更不要说出你跟我的关系。我告诉你，
认识你。贤壮，杨就贤，这一张100万的支票够了吧？对于一个只是养我5年女人来说，也够多了吧？你不要贪得无厌，这些钱也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，不要不识好歹。我嘛拜托你听我一句话，管你家己的幸福啊！苏巧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伊对你外好，你拢知。你今仔为着甲一个好嘅人查某囡仔斗阵，好嘅人，只有遐尼重要吗？你听我讲，苏巧对你的付出，你绝对袂当甲放袂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回头，你会想到伊的好。你的良心发现，你不能安尼啦！你一定要对苏巧较好，你远离遐人，遐人袂斗阵子啦！住口！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决定。你今天用什么资格来教训我？你快走！你跟我走，走！你走！别安尼啦！电话加多一分钟，敢袂用的？袂走，袂走。这是我生活中痛，你是我思思念念、牵肠挂肚、上该思念的万阿金，我哪万想袂到，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想你。多谢你的诚意啦，只要是予需要的人，啊，我都无需要。你拿走，你拿走，拿走！我不要欠人情啊！哼，你没有欠我人情，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欠人情。你流的是我身上的血，你欠我的是亲情。我跟你没有任何情，也不想欠你任何的亲情。把钱拿走。钱，他让一个天使变成魔鬼。